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目标是和社会一起发展基建、创建安全、绿化和可持续发展环境的一个部门。有一天我记得浏览下政府网站，看看有什么筍工，就见到土木工程拓展署请这个实验室技术主任。我在90年代中学毕业的，当时对你科工作很感兴趣，咁啱见到建筑技术主任的招聘广告，就想可以边做边学，有堂上有工班，咁一心就去试下啦。嗰时收到有 offer 的时候，那个心情简直真系喜出望外。结果俾我投考成功，我仲记得当时因为我仍然住在离岛，每一日放咗学回到屋企的时候已经接近半夜啦。我哋大部分嘅测试都会喺公务中央试验所同埋公务区域试验所里面进行，而呢啲试验所分别隶属于土木工程拓展署辖下嘅土力工程署标准测试部。其实我哋每日进行嘅试验工作同日常市民咧有好密切嘅关系，但系咧又经常俾人忽略。例如我哋每日行过嘅行人路砖啦，或者系马路上高嘅马路砖啦，都会拎嚟我哋中央试验所进行滑道测试。例如好似測試遊樂場的地脊的回彈力，可以確保小朋友在玩的時候的安全，你又估唔估到啊？唔講大家唔知道，我哋中央試驗所都會進行一些法證測試。一旦好不幸有建築意外發生，我哋都會進行有關的測試，而測試所得的數據對裁決咧起住好關鍵的作用嘅。值得一提咧，我哋仲有校正小組，校正小組對我哋嘅工作十分之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讲求公正和准确，所以校正的测试实在不容忽视的。我们日常用的仪器都要经过校正组同我做例行检查，以确保不会因为日久失修或者仪器损坏而影响我们测试的结果和准确度。由于大部分的基建都有很多前期的试验工作，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些大型基建还未落成和启用之前，就可以先睹为快，預先踏足和感受當中偉大的地方。每次有這個機會的時候，我都會期待的心情去到迎接。做一個技術主任要有良好的記性，因為每一個技術主任在不同的崗位上都要進行多項的測試，我們要記清楚每個試驗的步驟、儀器的使用方法和結果的分析方法。所以心思慎密，處事有條理、有承擔、有遠見的性格和思維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當年我由一個建築技術主任開始，只需要完成三年土木工程的證書課程和通過內部升級試，就能夠成為今天的正式的技術主任了。技術主任有一個良好的晉升制度，當你有足夠的工作經驗和不同的試驗技術，再加上優良的工作表現，就有機會晉升為高級技術主任。經過經驗和知識的累積，有一定的管理經驗後，就有機會晉升為首席技術主任和總技術主任，前途可以算是一片光明的。我記得青馬大橋還未落成之前，我們都去那裡做一些試驗，站在全世界最宏偉的其中一條吊索橋，加上有少少陽光，極目一望簡直水天一色，那幅很漂亮的畫面仍然在我心裡面歷歷在目。透過面對不同的工作環境和不同階層人士的合作，可以擴闊自己眼界，亦令到自己工作上不斷進步。展望將來，我希望香港建造業繼續蓬勃發展，中央試驗所繼續研發更多的新的試驗，為香港建造業作出貢獻。